上呢套嘅。咁我覺得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個防守者一定要繞前防守，唔可以再俾佢攞到呢啲位嚟到爆你。一爆你咧，其實唔單止你被動，嘅成隊波好被動，因為其他啲球員好驚佢爆到你咧，於是迷要得到熱刺嘅夾邊一夾邊，有啲位咧就散咗。咁加上咧對方嘅三分而家咁準嘅話咧，就好大鑊啦。阿龍二交過嚟馬加索爾開 hand 啊！哎，呢個波唔得，之後難翻要搶到，哎呀！但好嘢喎，馬加索爾又搶到，頭先射波嗰個咧就係雷耶斯嚟嘅。九分嘅分差，嗱你睇啦，一到到自己呢處咧就跑翻慢啲，幾鬼驚啊真係！犯規啊！嗱，如果係咁咧，我覺得你都要點都要揾翻莫斯科夫出嚟一陣嘅咯喎，因為個高度上咧似乎又真係比較馬加索爾咧爆到咧就真係落曬地面嘅喎。